2017年11月7日，全球备受欢迎的眼镜品牌 Ray-Ban 雷朋宣布，在大中华区启动“来真的”全新品牌宣传活动，并同时推出由雷朋大中华区品牌代言人张艺兴本色出演的同名主题宣传片。沿着别人的路，走不到你的下一站。临摹别人的情节，写不出你的故事。我是张艺兴，用脚步刻印出我的方向，真就是我的力量，来真的。首先，年轻、活力、无畏、真我，是我觉得跟品牌形象比较非常契合的一点，四点。我觉得我是实力派音乐人，型男这个词怎么理解？我觉得就是比较有自己的潮流风向标，然后自己把握住自己的时尚，跟把握真我，就算型男了吧。首先就是在自己各种不同的领域去突破自己，包括当了一次 music video 的半个导演吧。确实尊重，觉得每一位导演幕后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制片啊，我还当了一点点制片，哎，还包括一点投资人，反正就投资自己嘛，哈哈，就觉得反正每一个幕后工作人员都非常的辛苦啊。然后真的去为了这个去尝试不同领域的时候，发现自己有很多的不足，跟很多的东西要去学习。反正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也不算是特别好吧。我希望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拿到第一的话，那就真的哇，还是有成长的空间嘛。希望自己通过日后的学习跟努力，能够把音乐这块做得更好，然后为中国音乐争光。现在的自己啊，年轻、活力、无畏、真我，是我可以概括我自己的。哎，你有没有发现跟雷朋的这个品牌调性很符合哈？对，哎，但是真的，我这真的不是开玩笑说，还是真的非常荣幸能够代言雷朋这样的品牌。这么，真的，它是一个非常低调，然后是有内涵的品牌，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我的荣幸，也是十分的不可思议。这世界很酷。